鸿海集团物联网布局再下一城，将与荷兰 KPN 风险投资公司、法国最大电信及瑞士电信等共同参与法国物联网及云端解决方案的新一轮融资，总投资额高达2500万美元，并加入 LoRa 物联网联盟。这一个消息也获得鸿海证实，鸿海副总裁吕方明表示，未来将应用 LoRaWAN 技术与物联网沟通平台解决方案，在台湾、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